讲完所谓的通路段路啊，然后呢串联并联之后，就要开始真正进入我们要教的电流。电流是电在流，电流就是电在流，电荷在流动叫电流。我们前面叫静电，静电那个电不会动，这个电叫做会动，会移动的电叫做所谓的电流。根据电荷为什么会流动，是因为两边有电压，电压到后面才会交。我们现在先交电流再交电压，但是就先告诉你，我之所以会动是因为有电压，所以电压是驱动我电在流动的推动力。然后呢，它通常就是由电池或发电机去给我一个电压正极，叫做高电位。这件事情以后会再告诉你什么叫做高电位，这里叫高电位。然后它的电位能比较大，对正电而言，电位能比较大，以后会告诉你。然后呢，电解槽呢，接电池的正极的电解槽那一板叫做正极，接电池负极那一板叫做负极，也就是说所谓的正接正，负接负。以后会再说一次，国中很简单，全部都是正接正，负接负，正接正的负接负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前面教你了，要有个电流，要形成个什么东西啊？那个路必须什么路啊？那个路要什么两个字？什么路才会有一个绕一圈回来？那个叫什么？不是叫回路啊？那一圈叫做两个字啊？什么路？通路。如果是断路，就算你放了电池，就算你放了发电机，也不会有电。所以我们讲过，要通路才会有电。OK， 好，来，下面是要告诉你，我们说电流是电在流，因为有电压，所以会流。而我们导体中真正会动的什么电？我们教过，问过了。最完整的讲四个字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刚才有人讲话，四个字。是有电子，真正会动的是自由电子。但是由于历史因素的关系，我们所谓的电流指的是正电流动的方向。那么负电在流，我们称为电子流，称为电子流。那么这里边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电流，就是电流，这真的。可是我们下学期要讲的时候，你就要注意，人家给的是正电在流还是负电在流？因为我们讲的电流是正电在流，可是我给你的是负电在流，你知道方向就要怎样？相反，方向要相反，然后你就会有你的答案就会相反了。所以这是下学期你要特别注意，我给你的是电流还是电子流？这边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所以注意。电流就是电动电在流，什么电在流？正电在流。历史因素的关系，电流定义做正电荷流动的方向。真正会动的是自由电子，那叫做电子流，它的方向跟电流方向相反。好，所以我们嘴巴上，由于我们以后会讲的所谓的高电位、低电位、高位能、低位能，然后你就会有个结果叫做。正电就是正电流出，正极就是正电流出，负极就是负电流出。这样子记会很好记，你就知道哦。正极就是正电流出，所以电流从正极流出去，然后负电就是负电流出，所以电子流从负极流出去，这样会比较好记。但是嘴巴上这样讲，但实际上是有在动。实际上只有自由电子在动，正电是不会动，正电是不会动。OK， 所以这是方便你记住电流方向有个讲法，正极就是正电流出，负极就是负电流出，好，负极就是负电流出，所以方便你记的方式。所以呢，对电池而言，我们的电流由正极流出去，那流到负极。我问同学的时候，问他说电流怎么流，你们通常就回答我从正极流出去，流到负极。错，为什么错？因为电流一定要形成一个什么回路，出去之后还要怎样回来？所以完整的说法是，电池的外面从正极流到负极，里面从负极流到
正极，要回来，正极出去还要回到正极，所以一个完整的说法是，电池的正极经由外面流到负极，再从里面回到正极，这样才是一个电流方向的完整的说法。正极出去流到负极，从里面电池内部从负极再流回正极，流回正极。那么如果是给的是电子流，是由电子的方向相反，从负极出去回到正极，让正极流到负极，这是你要晓得的。这叫做电流，电在流，导线上是所谓的自由电子在流。那如果是电解质呢？前面问过了，电解质谁在流？离子，很好。那离子，刚刚跟你讲，我电解槽，我有接一个正极，有接一个负极，对不对？接电池的正极叫正极，接电池的负极叫负极，所以以前有教过啦。请问你正离子又或者阳离子流向哪一极？负离子或者阴离子流向哪一极嘞？这个古时候有问过哦。停车站借问，可爱大帅哥，三四。正离子、阳离子流到哪一极？反正就两个嘛，正极或负极，猜一个，50%会猜对。正离子流到负极哦，请坐下。负极就是接电池的负，电池的负是负电流出，所以负极有很多的负，负电会吸引正电，所以正离子流到负极，同理，负离子流到正极。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以前就教过的事情，就是告诉你什么叫做电流，正电流动的方向，从电池的正极流出，流到负极，再从内部呢回到了正极，让各位能够理解。OK。